近日去参加米兰时装周的林允街头徜徉，俏皮嘟嘴，回眸一笑，眼镜歪戴，享受冰激凌的美味，化身顽皮少女。网友除了能看到林允在正式场合的打扮，还能看到她穿私服的照片。9月23日，就有人晒出林允去参加米兰时装周外，还私底下去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，果然是一个十足的吃货啊！虽然超市里人很多，但是没有人去打扰她。看来在国外，她就可以很轻松的一个人逛街购物啦。网友看到林允穿着私服的样子，大赞其又瘦又漂亮。